夜区呢泡泡茶 ，OK， 而且还有一些有机的椰枣、有机的红枣，对，还有生机的枸杞泥，对，蛮敬重的，而且他们都有提供这个农民生产的追溯的 QR code， 对，等于是身份证的意思，对。平安的活动，哈，这个主场平安的活动呢，是借由推广宣茶茶园农园，由高尾崎茶园、竹谷茶园、小木屋休闲农场，以及我们的赖家休闲体验农场等，走访参观农庄呢，探访农园的故事，感受茶园。